Hello, welcome back to Fire Official。今日就系幻想铁路嘅第180集，就系介绍沙头角站。咁我哋而家喺嘅地方咧就系平斜啦，开始我哋今日嘅旅程。下一站沙头角，前往北环线沿途各站的乘客，请在该站转车，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。下一站沙头角，前往北环线沿途各站的乘客，请在该站转车，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。Next station 沙头角 ，Passengers from further away on Lofton Lake, please interchange at next stop.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.次は車頭角に停まります。お出口は左側です。北は線の各駅ご利用お客様の次の駅を乗り換えてください。沙頭角呢個係沙頭角線嘅尾站，多謝乘搭幻想鐵路。沙頭角，這是沙頭角線的終點站，謝謝乘搭幻想鐵路。沙頭角 ，End of the 沙頭角 line。Thank you for traveling on the Metro Final Fantasy version. Shatou Kaku, こちらは終点です。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就嚟到咗呢一个沙头角站啦。沙头角站咧嗰个月台咧系好宽广啦，而且系一个比较特别啲嘅月台嚟嘅。咁佢呢個站嗰個月台設計咧，就比較似火車風格少少嘅。你見到佢嗰個樓底係非常之高啦，而且係彎形啦，跟住亦都有呢一啲嘅拱橋式嘅磚頭建築，係啦。咁亦都橫跨咗一啲好多條柱啦，可能上面放一啲誒報幾時有車嗰個時間，係啦。咁就嗰個咩時間到站，係到站時間啦。咁佢嗰個電梯數量就總共。有六组，一边咧就只行上，一边就只行落，咁分别咧就喺唔同嘅关口过嚟啦吓。咁沙头角有一个边境口岸嘅，咁就分疏导人流，咁所以咧好似有六组电梯上，六组电梯落嚟啦，系啦，啱嘅。咁就佢嗰个站柱咧就冇站柱，得翻呢一啲比较高铁式少少嘅举牌，系啦，举牌。咁佢个月台咧亦都系非常之特别啦，系一个 U 型月台嚟嘅，咁就。因为咧佢咁啱咧就系三条线嘅总站，系啦，佢咁啱系三条线嘅总站，所以呢个站最特别之处就系佢一个 U 型，亦都系每一条路轨都唔会相撞嘅一个车站。咁我哋先睇呢个一号月台咧，就系、是、沙头角线系翻粉岭嘅，然后二号月台咧就去晒流浮山啊、龙鼓滩同埋屠房啦，屠房就要喺出面新娘探嗰度转车，系啦。咁三号月台咧就系、是、去锦田，系啦，翻锦田即系、我哋上次介绍嘅锦上路啦，系啦，咁就大概系咁样啦。咁我哋就上大堂睇啦。如果冇记错咧，呢边系好似先系上嘅。啊，原来呢边落嘅 ，sorry。咁呢边就应该系入翻嚟香港啦。咁呢边咧就应该系出去嘅。冇錯，啲交叉係啦。咁咧，佢個邊境口岸就冇起到啦。我哋即係大概 50 起咗個站出嚟啫。咁呢度有間 Creeper Shop，Creeper with the flower， 好耐冇見啦。哇，有 with the flower， 乜嘢都冇喎。仲有無頭花，又話賣曬嘅，以後唔供應嘅，講大話。跟住呢度有個客戶中心啦。然後咧就係、是、A 出呢個係 B 出口，就去沙頭角村嘅。咁 A 出口就係呢邊咧，就係、是、沙頭角邊境口岸啦。咁啊。只行出，咁呢啲就封住咗围栏嘅，咁就系一个即系准备过关嘅口岸地区啦，即系好似落马洲咁咧，就是、连住个地铁站嘅，大概系咁样啦。咁我哋就直接睇 B 出口啦。咁我哋上到去咧就有两个位嘅，行咗卡出去之后，我哋可以去去呢一个系 B 出口，就去沙头角村啦。咁同时咧，咁咧当然呢边就唔可以去啦。咁你要搭地铁咧，就一定系呢边嘅，因为呢边只可以落啊嘛，同埋呢边系出境地方，啱啱唔系出出咩？唔系出境，
佢咧总之系嚟翻香港嘅地方啦。咁我哋过嚟睇呢度啦。呢个系站站通沙头角店，沙头角有一沙头角线、二林村线、三北环线，有我哋嘅沙头角三线转乘餐、有缘餐、紫米紫薯饭餐、常规牛肉饭、常规牛肉饭 FFD 二百 Andrew Pork Free 哦，所以佢啲猪肉系免晒浸装白饭俾你，即系佢个二百蚊系计白饭，即系话咩啊？常规嘅牛肉咧就系咩啊？成950,000蚊嘅，咁呢个猪肉就系 Pork Andrew Pork。紫薯意粉餐、紫色蛋蛋波小食餐、常规黯然烧云饭、黄竹餐同埋常规菠萝包，咁入面亦都有啲乜嘢啊？哇！新鲜紫薯、紫薯汤包、沙头角居民必备拥包、紫色芒果、防狼喷雾、盲盒、时令汤包、好味三文鱼饭团。其实佢咪要读 I C 啊？呢个 I C 三文鱼饭团 ，I C 芥末。芥辣饭团、爱思和牛饭团、爱思鸡翅饭团、站站通网络网红汤包，呢、这个就系佢嘅厨房啦。隔篱呢一间咧就系 Oreo 好好味嘅芒果曲奇、雪糕曲奇、汉堡曲奇、意粉曲奇、乌龙曲奇、A Man 同天雪曲奇，让他们二分吧。购买嘅人可以获得结婚当天免费戒指、乘十汽水盖、寿桃。个18,000,000,100,000,800,000寿桃2,000,000个沙头角站，跟住呢间系闩咗门嘅青玉，亦都系起紧，佢都唔打算起嘅，甚至唔知道好。然后呢度就六条电梯可以落翻去啦，咁就要搭车离开噶啦。咁咧呢个站咧嘅介绍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咁就未订阅嘅朋友记住订阅 Fire Official， 揿响隔篱个钟仔，当 FFV 一出片嘅时候，你就可以收到即时嘅通讯。中意嘅话记得赞好呢条片，赞好 Fire Official Facebook 专页，加入 Facebook MTR FFV 追踪群组，加入 Discord MTR FFV 俱乐部。两日之后咧，我就又要同大家 say goodbye 啦。咁啊，继续系其他主持去担任啦。跟住咁我哋下一集咧就系、是、介绍嗰个叫打鼓岭站，系咪咧？啊，唔系敏感度啊，冇打鼓岭。咁我哋下一集咧介绍咧就系、是、介绍呢个敏感度站咧，咁就。再由第二位主持同大家见面啦，咁嗰位主持讲嘢太细声咧，我会尝试叫佢推高翻佢自己把声噶。好啦，咁我哋今集时间就嚟到呢度啦，咁就有机会就下次再见，拜拜 ，see you later， 再见。